是之前您会提醒粉丝到天冷了之后会穿秋裤，那么今年冬天呢其实也不是暖冬，然后那你这边有什么防寒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防寒的心得就是别想着美和帅和酷，就是还是得把自己穿暖和一点。那不久之前，然后您被拍到就是下飞机之后，可能刚下来的时候是非常帅气的，但是可能出机场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一些冷，然后就迅速的进了车里，然后对车了这一段，然后您有什么回应吗？就我没有什么回应啊，就是冷暖自知呗。就私下里，您是一个会怕冷的人吗？私下里我。就是反正我就知道热了会流汗，冷了会哆嗦，就是还是就是比较正常，没有特别怕冷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。